手指麻。如果用董事奇穴，我们常用的一组方子是肾关配火橘。这一组穴位呢，无论是你什么原因导致的，这个手麻效果都非常非常好。那如果按照传统针灸来治疗手指麻，一般我们常用的十宣刺穴，就是手麻嘛，直接在十宣这儿点四方穴，这个效果很好。那如果要扎针呢，更多的呢，我们就分你哪个指头麻了啊？就例如说拇指和这个食指麻，我们用穴呢，我们可能就用合谷穴。如果是中指麻，我们就可以扎内关穴；如果是无名指麻，我们可以扎中主；如果是小指麻，我们就扎后溪啊。这个就是更细分一下啊。简单的，你就在十宣刺穴哪麻你就刺哪个指头啊，这个效果也非常非常好用。